亚比这边真的是很百变，你会看到我今天跟吕安各种风格。那我接下来这一套呢，我觉得我很适合比较讲话，就是它看起来整个很高级。先跟你们介绍一下，这两件都很赞。我身上这件外套，它穿成一样好轻盈哦，非常轻盈，它是有羊毛哦。好，我要查一下。好，来我们的小帮手帮我查一下之外的时候呢，我来跟你们介绍一下这一件。这一件呢，它很薄，它如果以厚薄度来说五分，我觉得它只有1.5分嘞，就是薄薄的感觉。然后你们看哦，它很酷是，你看它的这个袖口是有做这个车线收边感的，所以它的缝线非常细致。这件它就是做落肩设计咯，而且这个整个穿起来就是热哎，你看它的落肩做得非常的下面，所以完全就是一个很宽的外套。我觉得它穿起来有一种斗篷感，就是有一种斗篷那种披肩感的外套，完全不卡那个胸部啊、腋下都没有任何问题。最厉害的是它做了这一圈毛毛，让你们看一下它毛毛的质感。这个是蒲公英吧，好舒服，整个很舒服哎！来，我带给你们看。我跟你说，如果你今天穿搭是身上非常的素雅，你又不想要就是加点那种花色啊，那你就可以选这种外套，因为它多了毛毛，整个就是看起来质感超好。那它戴起来的感觉像这样子哦，它的毛毛给的很多哎，我就。对，它整个就是你们有觉得我现在脸是不是可能跟吕安差不多小，整个很显瘦哎，好可爱哦，有没有超可爱？我跟你说，我觉得很感动，是终于变冷，要不然你们如果之前的那个气温，你们看我这样播，应该觉得我是小哎，真的。来，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件又薄又轻，然后又质感很好的外套。那它的口袋呢是做这样前侧插袋的设计。内里呢是这样，它没有做特别的内里，所以整件就是很轻很舒服。我觉得它的版型啊是不挑身形的，就是因为它真的蛮宽松的，然后做金属拉链，所以我拉起来你们看还这么浪哎，它真的就是像个披肩一样，完全不限身形哦。我觉得 L 啊 XL 的女孩都可以驾驭这一件。然后它的颜色除了我身上这个有一点点，我觉得它的颜色很难形容，就是燕麦色的感觉之外，哇，它旁边这个颜色完全就是同父异母的感觉，很不一样哎。来，